本季在对上这个二军的打击率被他压制，主打是压制的蛮好，仅仅只有1.67。另外就是在他其实面对剑南比狗，桃园在一局上已经先攻下了三分，第一球就出。林志玉续好，甚至是张志球了。这一球挥棒，现在是一个满垒的打击机会，赚打点的好机会。这一球出手，能力跟水准，力抗热力来讲也是非常的痛苦。对，这一球出手在左半边，最后还是一个界外球，我仍然是没有良好一坏。变化球掌握到在左半边，最后是落地形成专打，在陶卡莫德修。没错，就有点不知道怎么样来结束一局上半的感觉哦。又是一波新的危机啦，李阳陈彦给 KO 下场，又是一个挖地瓜。这一球打得强劲，在中外野方向，不过是落点位置刚好被中外球给掌握到。这个时候赌比较好，或者是投手比较快能够掌握到，就是短棒摆出来。这一球好垒成功的开张，我不过这一球又是投高了，现在直接把张今天先发的薛伟忠其实表现相当不错，放张伟谦，这叫战术推进都没有问题。这个被是压制力压制的条件，满球数现在就是一个关键啦，撞墙棋啊，对。这一球结果打者站着不动，在满球数的情况下来看下这一球，进雷点相当的精彩。这一球出手在一垒防区这边，最后是由二垒手张伟谦来接杀出局。你的李大展跟应该是张伟谦这边的默契上的配合就不错。没错，有透过喊声到林宗伟。这一球出手在右半边，现在二垒手是赶过去，最后是张伟谦接杀出局，形成。这一球出手在中间方向，现在三个野手都赶过去，最后又是由二垒手张伟谦来接杀出局。